夏普的 KC850T， 先看一下现场环境如何。目前空气品质大约是603万的全幅为例636。好，马开机，在最弱风速。大约是118万，117，123，大概是在125万上下。好，我们接下来测试一个小时，最大风速，看下最大风速。经过15分钟，目前的数值大约在390万上下。好的，目前累计经过了半个小时，现在的数值是323万。目前累计经过了45分，现在的数值是324万。好的，累积经过一个小时，它现在的数据是339万。接着我们看四个角落数值变化。这边是第一个位置，255万。这是第二个位置，338万。第三个位置，343万。
第四个位置，340万左右。好了，夏普 KC850T 测试到这边结束。